来关心嘉义市的消息。描述到嘉义农林棒球队正为日本甲足横电影的卡农日本爱媛县少爷剧场改编成音乐剧演出，好评不断。而这个音乐剧预计在今年底以 8K 电影版形式来台湾上映。剧场英文公司社长岳志扬伊日前也拜会市长洪敏惠，肯定日本剧场和永远无放弃的嘉义精神发扬，并深化台日的交流。电影《卡诺》的剧本题材来自于嘉义农林棒球队，经由日本教练近藤兵太郎训练，在1931年进军日本甲子园棒球比赛，摕到亚军，震撼日本的历史故事。电影在2014年上映，在台湾和日本都造成轰动。日本的少爷剧场改编《卡诺》音乐剧，也对4月份开始演出。剧场英文公司社长岳志扬伊在日前特别拜会嘉义市长吴敏惠，同时嘛，预告今年年底将伫咧台湾上映 8K 电影版的音乐剧。卡诺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的首映会就在嘉义市，那时候所有的嘉义市民也让大家世界各地都看到，借由这一部电影看到我们嘉义市卡诺的精神，而嘉义人的精神也事实上展现在其中。咖喱人咖喱书咖喱的精神，卡诺是一个最好的代表。我想今天再一次的被看到，而且被创作一个原创的音乐剧，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讯息。我们知道只要是努力的一定可以被看到。人说有热情才是温柔，有勇气叫自由，有艺术会当赢过千秋。在这个时刻呢，已经在日本少爷剧场从4月1号开始到明年的3月，那一整年的电幕剧就在少爷剧场。所以如果大家有到日本，欢迎大家也能够去观看一出属于嘉义卡诺近藤兵太郎教练的故事演出，让我们一起为台湾加油，也为嘉义去加油。2014年，电影《卡诺》伫咧日本造成轰动，真侪日本人因此熟悉台湾的嘉义市。这一届音乐剧表演在剧场外口嘛，特别播放嘉义市的城市介绍，引起一个回响。《卡诺》音乐剧将会演出一档，让更加侪人了解嘉义市的人文历史。当时嘛来深化台湾和日本的交流，音乐剧上演了后，相当受到好评，嘛予永远无放弃的嘉义精神，搁一届伫咧世界被看到。最新新闻，就丁松王秀山嘉义市彩虹报道。亲爱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妈市长黄敏惠。嘉义地区水情严峻，面对缺水危机。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节水，我们可以用泡澡改为淋浴，用擦车来代替洗车，洗手搓揉香皂的时候记得要先关水龙头哦。洗米洗菜的水还可以拿来浇花，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节水省荷包哦。